的大家长苏俊斌苏副市长，还有我们人民局陈志林陈局长，还有副局长陈正雄，还有我们桃园市议员梁进甫，以及我们张秀吉议员，还有王先莲议员，跟苏俊啊苏伟恩议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有我们简志伟议员，还有我们立法委员卢宪义啊，以及我们市长，吴进昌议员，抱歉，还有徐根生议员，还有我们观音区啊区长啊刘区长，还有我们桃园市长孙国斌头目，还有我们司副总林清敏，司副总李国光，还有我们唐光敏，还有陈德顺还有我们这个我们各区的一个区总我从大眼开始我们的这个黄龙志，大眼区这个新路区吴春路，我们杨美曾光美，还有我们中立区卢连甫区长，还有我们大西区杨新光区长，以及各位各区的一个主席以及副主席还有我最敬爱的我们所有观音区的主任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观音区一年一度的这个岁时祭仪我们非常高兴大家呢很踊跃呢来到我们现场，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丰年祭是我们从小呢就有的一个祭典也是我们过去各部落每年都在举办的这个丰年祭每年都在办也是我们所有原住民文化传承的命脉所以唯有透过这个丰年祭的文化凝聚才能让我们整个我们桃园市也好，我们观音区也好，能够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在这里我先预祝我们今天的我们大会能够圆满顺利再次感谢今天所有来到现场参与我们活动的每一位主任朋友及长官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好嘞，谢谢，谢谢我们区长头目马德志头目。好的，我们恭请我们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